那最后的话呢，特别注意哦，这个是美元的，有没有？我们刚刚录制的，那这人民币的，那底下呢怎么做呢？全部哈、哦，也就这样，全部把它画出来。那怎么把它全部画出来？当然哈、哦，我们可以录制，把刚刚的那个什么，录制这个什么呢？其实哈、哦，规则找出来之后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？写一个那个。这个叫什么？折线图全部好了，我这边其实有写好的这个哈，因为我重新再，这个是全部的，那怎么写出来的？接下来的话呢哈，我们就拿那个刚刚的程式来改就可以了。那首先的话呢哈，我们来看一下折线图全部该如何写啊？那首先的话，当然我已经知道规则了哈，所以第一个的话，当然哈，我们会希望把所有的栏位全部都跑完，那所有的全部都。那总共有几个栏位呢？当然哈、哦，因为我们大家也已经知道了哈、哦，从 B 到 K 哈、哦，总共有几个呢？总共大概就是应该算起来应该有十个栏位吧？OK 哈、哦，所以算完十个栏位，所以我就写一个回圈，叫什么呢？For i 哦等于什么呢？那这里的话一到十。也就是说呢，哈，栏位的数量，哈，就是第一栏到第十栏。好，那接下来 next，那为什么要这样写啦？因为主要就是说，哈，我是希望说可以拿这个，有没有那个折线图美元的这个有没有？哈，那其实来改就可以了，或者拿这个也可以了，哈，反正这个概念都一样。那只是两个比较，你就是把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找出来。那总共的话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哦，这边有一个。这个是一个变数，这个变数的话呢，它预设一定会有一，下一个就是加十，再下一个再加十，有没有？所以理论上哈，每一次都在加十，对不对？那基本有一嘛，对哈？OK，这样的规则要怎么下？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说，这个第一次是 B，第二次是 C，第三次是 D，一直到 K，所以呢，我们程式可以这样，一把刚刚的这个哈。这个折线图美元这一段程式复制一下，放在 for 回圈里面，然后呢，记得哈、哦，把这个按一个 tab 键，让它下一阶。OK，第一个哈、哦、完成。那接下来的话呢哈、哦，我刚刚讲过了，会有两个变数，这个变数跟这个变数。那这个变数的话呢哈、哦，它其实是一个数字啊，这个数字的话，我们其实可以用哈、哦、什么呢，在这上面多加一个。一个变数好了，变数名称叫 k 好了，反正这种变数名称自己取没关系。那它的预设值一定会有一，OK，哦，一定会有一哦。那它会怎么做呢？它会第一次哈、哦，第一次是怎么样呢？没有，下一次一定会有那个乘上十，所以我可以有个规则，我可以用 i 这个地方来产生。那 i 怎么产生哈、哦？我可以这样了哈、哦，前面的部分的话呢？就是 i 乘上十，OK，然后再加上一就可以了。不过会有个问题哦。如果假设了哈，当 i 等于一的时候，乘上十，那不就十加一，变11嘛。那如果 i 等于二的话，那就是乘上十，那不就21了，对哈？那就变31。可是问题第一次是一耶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就把 i 减掉多少，减掉一不就好了？也就是说，哈，记得先刮胡起来。就是说把那个 i 的值啊，第一次怎么样？第一次就归零就对了，零乘上十还是零，所以 k 第一次是一嘛，那第二次的话呢，它就是十一嘛，再来二十，所以哦，刚好就想到一个公式，这个是想出来，其实没有很复杂的公式啦，反正就要满足。第一次一，第二次11，第三次21，以此类推的这个规则，那就 OK 了。那再来的话，我就把什么，把这个 k 放在哪里呢？放在一的位置，好，所以你可以怎么样，把这个一 delete 掉，然后后面 and k 就可以了。这个好像前面讲过哈，就是放在如果右边如果哈没有别的字，只有一个一的话，那你可以怎么样，直接 delete 掉 and 那个变数 and k 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了。这样的话，如果我现在把它执行的话，哈，理论上应该哈，它会怎么样？这个应该会 run，不过好像应该全部都美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位置有没有？它等于是一直往下放，但是来源都一样。所以第二个的话呢，我必须改什么？
改一下来源，改第二个地方哦。第二个地方在哪里？第二个地方在这里。第一次哦，我应该是 B， 那第二次的话变 C， 第三次的话变 D， 最后一直到哪里呢？一直到 K 为止。那要怎么做？所以哦，要想一个办法哦，可以让它怎么样？就是每一次哦，会抓的那个文字，所以这里一定是需要一个文字，有没有？第一次抓 B， 第二次抓 C， 最后一个抓 K。那这个方法啊，当然我自己就想一个，其实我后来想一个简单的方法，什么方法呢？我在底下哦增加一个字串，也许叫COL 好了，这个随便给它一个变数名称，然后呢它的字串哦就是什么 BCDEFGHIJK， 好，假设类似这样的，因为我到 K 嘛，那当我呢好，那个 i 等于一的时候，我就抓第一个字。当 i 如果等于二的话，就抓第二个字。然后抓到那个字的话，就把它放到这个位置。那不就可以满足我要的了？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折中的方法，就是说，我们先给一个字串，这个字串刚好就是它的栏位的所有栏位名称，所有的B 到 K 有没有？顺序你可能要，不能拼错啊，OK， 再来的话哦。在底下再增加一个变数叫 C 好了， C 它随着什么呢？可以随着 I 去抓那个里面的字啊，抓字的话我们前面有用过一个叫 mid， 有没有 mid？ 刮胡字串给它，有没有？它第一个，请你给我个字串哦，字串我就给你一个 COL 好了，就上面这一串，好，逗点。然后呢，他会要你第二个参数，请问一下，你要取第几个字？那我就给他 i 就可以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当 i 等于一的时候，有没有？他会抓第几个字？抓第一个字啊，不就抓几啊逗点后面加几个字，一个字就好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当 i 等于一的时候，有没有？那就会抓到 b。当 i 等于二的时候呢，那就抓到 c。以此类推，所以呢刚好1234567890有没有，然后就刚好 C 里面的就是我们要的那个字串，那最后的话呢我就把这个 C 怎么样塞到哪里呢，塞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位置哪里，这一个跟这个的位置怎么塞进来呢，跟前面放在一个字串里面放 I 的方法一样，记得把 B 怎么样选起来，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，and 两个移在中间，再加一个 c 就可以了，然后记得 and 什么前后空格， OK， 这样应该可以理解吧，也就是说呢，反正这个地方第一次就抓 b 了，第二次就抓 c， 以此类推，最后是到 k， 那这个 b 怎么做也是一样嘛，所以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， and 两个移到中间加一个 c， 然后把 and 前后空格，好，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大功告成了， OK， 就完成了齁，试试看啊，这样其实理论上齁就完成我们要的了，那当然呢到底程式 run 起来 O 不 OK 齁，我们再来，我把这个删掉了，那至于怎么样删图啊，请各位拿那个上个礼拜的那个程式就有了，这一模一样把它抠过来而已了齁，把它删掉，好啊，执行一下，那你会发现齁理论上应该就 OK 了，第一个的话就是美元、人民币、欧元有没有？然后就美元对日币，美元对这个英镑对美元，以此类推。那如果要把它删除掉的话，那就是删除，可以，这样就完成了哈。那这个程式部分的话，看一下，应该理论上在云端白板里面也，在这个云端白板上面这个全部汇入哈。我又把它贴过来了，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，这个难度比较高的应该是在这三个， OK 哈，那当然未来啊删图的话我顺便把它贴过来啊，这个删除图形的部分这个其实在其他的那个也有了哈，就上个礼拜的也有，我把它顺便贴过来了哈，那主要是这个了，那最后的话呢就完成这个部分，就是说我们
那当然我们就是希望说可以什么把那个汇率呢重新下载，比如说隔一天我要重新下载，哎，然后没有，它就下载，然后再画全部就可以了，全部就出来，然后删除图又重来一次，哎，有没有啊？隔一天又按下去，它要汇入新的，然后又可以全部汇置出来，我可以马上又判断一下，哎，到底今天要该买还是要该卖呢？哈，但是最后有个地方了哈，刚刚有一个，哎，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下载的话呢，它不是正确的日期格式，所以我这边是有多写了一个把它修正的那个部分方法，那个方法部分的话呢，哈，你可以用录制句型把它放进来，或者是说的哈，你可以写一段程式，我这边是有多写一段程式了哈，这段程式的话是修正那个日期，那修正的方法的话呢，其实很简单的哈，就是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，啊，做什么呢？把原来的这个什么呢？把原来这个栏位的位置哈，这个位置哦，做刚刚一样的事情哦，这个位置有没有？这假设这个哈，先抓前面的四个字，只是说这边中间串一个什么？串一个斜线。再抓什么呢 ？mid 是月的部分，再抓斜线，再抓什么呢？日的部分，好，有没有？所以年月其实只是什么？把那个从那个它的资料里面抓过来之后，把它中间串接一个斜线而已，啊，再把它写回去，这样就完成了，啊，所以最后做到的结果是这样。那这一段修正日期的程式哈，我也有把它放在云端上面，我把它放在哪里呢？放在这上面一点哦。所以如果你要找的话，可以看一下修正日期的这个程式哈，是在第二页的地方哦，比较上面的地方哦。那请各位试试看哈，来画面还给各位一下哈。那今天的作业哈，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最后的结果哈，把它完成，然后并且哈，请各位在那个右手边的地方哈，再增加像我一样的按钮。哦，我希望看到是第一个，下载的话呢，第一个就是下载这个，哦，最后在最右边哦，在 W 跟 X 栏哦，那边大概那个位置哦，增加一个什么汇率下载，然后折线图美元，折线图人民币，折线图全部，那最后把它删除哦，试试看哦。